给我们拼凑这最棒的、最重要的一块拼图。白鹿是白鹿部落古地图特展在来义乡原住民文物馆盛大展开，所使用地图是部落耆老朗阿朗的手绘草图，记录每一个家屋、家族祭场等位置，仿佛可以窥见祖先过去的生活。五五朗阿朗期待透过地图，年轻人可以找到根源。这个非常重要，怎么讲呢？因为这个，如果说我走了，比如说我走了哦，他们就问不到人了，也找不到人了，所以我说这很重要，以后会灭根，会那个连根都拔除了。这次特展主题围绕白鹿部落长辈童年光阴，随着他们的脚步踏上祖先与部落历史脉络，并透过数位互动程式串起自己家族的生命与情感。乌文那扎克达达那 spiders 一个文，为什么叫乌文？乌文就是云雾，也就是我们那个部落是藏在云雾里的部落。那为什么要把地图建立起来？我们有一个决心要回到我们的部落。过去祖先的智慧啊，不，那个叫是这样的吗？在你乱了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，然后一代传一代。所以你们就做，那个你们叫做文化的。一张地图不但是部落地理与历史的记录，更是表现长辈返乡生活的渴望。对耆老们来说，白鹿是不只是地名，而是文化生命的开始。原喜文巴朗平路来意，抢不到。